诸位同学，请接着看第四句：一切菩萨成一切智所得故。这是第四句。向下呢，四五六七，这个四句。是别名，有因有缘。这一句是说自受用途的因。清凉大师在注子里面给我们讲，大圆净智之所成故。这是一切菩萨成一切智所得。这个一切智，法相宗里头所讲的转识成智，修行，无论是哪一个宗派。哪一个法门？总而言之，需要做一个大转变。你要不能转变，你就没有法子成就啊。相宗是大臣。相宗。转识成智，其他宗派又何尝不在做转变？净宗转慧为净，禅宗转迷为悟啊！教下。转邪为正，都是从真正转变下手。凡是肯转、能转、真转的人，这人成就了。学了不能转。依旧是随顺自己烦恼习气，那就没法子了。你真能转呢，佛就真帮上忙了。你不能转呢，佛帮不上忙。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。转识成智这个方法好，从哪里转起呢？经论上讲得很清楚啊，六七应上转呐，五八。果上转，那这个我们就很清楚了，很明白了。从哪里下手啊？从第六、第七。那你要想的第六，它的性质是什么？第七的性质是什么？总得搞清楚、搞明白。第六识。是分别，第七识是执着从这两个先下手，特别是第七识，论里头跟我们讲
其实是四大烦恼常相随呀。啊，这个四大烦恼是四种严重的执着。啊，总而言之呢，执着我啊。第一个是我见，啊，用现在的话来讲呢，就是执着我的这一个意识，这个意念，啊，念念呢，都是以为这个身是我，啊，或者不说这个身是我呢，哎，这个能思维、能想象的这个心是我，都是错误啊。啊，这头一层我见的，我爱，我吃，我慢，啊，这三条呢，是不是贪嗔痴呢？啊，我爱呀，爱就是贪嘛。啊，我吃嘛，就是愚痴嘛；我慢嘛，慢是属于嗔恚，嗔恚里面的一部分，这部分很严重啊。所以，佛在一切经里面，把贪嗔痴设置为三毒烦恼。啊，这个三毒烦恼有根呢。根是什么？根是第七识。我们修行人从哪里下手啊？要从这里下手啊，做个大转变呐、啊！首先要破我见，这要智慧。定功还不行，一定要从定里头开慧才行啊！智慧不开呀、啊，执着不破，他放不下了啊，那是真正的障碍。身不是我。能够思维想象的也不是我，那到底有没有我呢？佛在经上说有我，我你没找到啊！你把假的当作真的，真的呢忘得干干净净，真的是什么呢？真的是自信，是你自己的真如本性。是你自己的真心，啊，前面讲了，至诚心，那是我，永远存在，它不是原生的，反正是因缘生法，那都是假的，啊，要知道，八十。五识一心所都是因缘生法啊！怎么知道它是因缘生法呢？你们看看佛法里面的排列，又违法了啊！这个佛法前面94个有为法，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，有因有缘有果。它是因缘生法，后面有6个叫无为法。无为法呢，前面5个是相似无为，后面一个是真正的无为，真如无为。那个真如无为才是真的我啊！禅宗里面讲明心见性，这个见性的是。把真的我找到了。
宗门常讲啊，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。你找到了，这个找到了啊，就叫成佛了。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佛又在经上讲，三德里面通通都有我，般若、法身、解脱，这叫三德了。三德里头，个个具足，常、乐、我、净，四净德。法身里头有四净德，般若解脱里头都有四净德。怎么会没有我呢？什么叫做我呢？那你要搞清楚。佛在经上说了10个10种，说10条。通常，祖师大德们给大家讲演、著书，一般呢都引用啊2条。这个2条啊，第一个。主宰的意思，我能做得了主啊。第二个意思，自在的意思，自由自在。今天社会上讲人权啊。我有我的权啊。那么试问问，现在你说这个身是我，你能不能主宰这个身？如果你仔细想想，这个身我做不了主，那这个身不是我啊，我是做得了主的。如果这个身是我希望年年18，行不行呢？不行啊！我希望清净庄严，长生不老，做不到嘛。我希望自己心地清净，不生妄想，也做不到嘛。哪来的我呢？主宰没有啊，自在也没有啊。法身里面就有了，法身常住啊。般若里面有。解脱里头有，能做得了主宰。解脱，就是自在呀，得大自在呀，能够与虚空法界一切刹土众生感应道交。众生有感，自然就有应，那很自在呀。自己真能做得了主宰啊！虽然应化在世间，绝对不会受世间一切法影响，这就做得了主啊。跟众生和光同尘，教化众生，不受污染永远清净，那才是真的我啊！
凡夫没有。那么我们从什么地方来做个转变呢？就从这个四大烦恼。首先要求生不生。现在能够思维想象那个心也不生。心是什么？心是阿赖耶。生，般若经上讲得很好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生是幻象，真正是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必须要明了。不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，那身到底是什么呢？给诸位说，身是我所，是我所有的，就像这衣服，这个衣服我穿在身上是我所有的，总不能把衣服认作我上，是我所有的，这个身呢？是我所有的，不是我。然后你就晓得，像我所有的这个身，我有多少这样所有的身呢？好比说，我问你，这衣服是你所有的，你有多少件衣服呢？你可以说，我有10件8件，哦，多的人还有20件30件。那我这个身是你所有的，你有多少身呢？我们在《华严经》上看到了，太多了。不读《华严经》不知道啊，只听说，佛菩萨能够分身。《梵王经》里面跟我们讲的，释迦牟尼佛1000亿化身，1000亿跟诸位说，那是比喻，是形容，不是真正数字。真正的数字，世界海微尘数，无量无边，不可思议。你看看，那是释迦牟尼佛所有的，就是他不生我啊。我们今天这个身呢，亦复如是啊，我们自己不知道啊。佛跟众生差别，佛知道，凡夫不知道，认为只有这么一个身，只有这一件衣服。家里很多衣服忘掉了，只总认为自己只有这么一套衣服，这叫迷呀！佛菩萨知道啊，哦，这个这我太多太多了，他觉佛跟凡夫没有别的，觉迷不同，除了觉迷之外，没有不同。诸位在前面一直读下来，你晓得，我们现在看这个平面的世界，虚空法界，刹土众生，我们看平面，这个太空，太空里头有多少个星系？有小的星系，有大的星系。现在天文学家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个地球绕着太阳转，
绕着太阳转的星，啊，这个行星，大的有9个，小的有2、3千个，啊，小行星有2、3千个，在太空绕着太阳转的，太阳系呀。这么大的一个星系，太阳系呢，又绕着银河来转。银河里面我们所能看得见的亮晶晶的这个星星呢，全是太阳系。这个银河系里有多少个太阳系呢？绕着这个银河转，这是现在我们发现。银河有没有绕着更大的星系在转呢？现在科学家这个仪器还探测不到，太大了，也许有一天科学再往前上是这个提升，这个仪器更精密会发现，我们银河系。确确实实是围绕着更大的一个星系在转。佛经上就这个意思。这是讲世界，你世界多大了？佛讲，佛的一毛端，身上的汗毛啊，毛端呢？毛端里面呢，这个虚空法界、刹土众生呢，都在里面。那我们要问问，我们这个银河系在不在里面？在里头啊。那我们的太阳系在不在里头呢？我们地球在不在它里头呢？我们这个身在不在这里头呢？佛身上那个毛端太多了，每个毛端都是的，毛端如是，微尘如是。虚空法界有多少微尘？每一个微尘里面都包容虚空法界刹土众生。然后你再晓得世界有多少，刹土有多少，我这个身有多少，这一个身算什么吗？无量无边身呐，佛如是，一切众生无一不如是。问题一个觉，一个迷。学佛学什么呢？学觉啊，破迷开悟啊，悟就是觉啊，如是而已也。这个道理，这个事实真相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知道之后，真的清楚，真的明白了，不再执着这个身生活，知道身是我所有的。这个身我要好好用它。这是我的工具啊，我要让它发挥功效。用它做什么？用它为一切众生服务，用它修行正果，自行化他了。那这个用呢，用得正确了。这是佛门常讲借假修真，用得正确。如果你要用这个身，
贪图世间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享受，那就用错了。啊，那个果报就又变现出另外一个境界。啊，这什么境界呢？三途地狱。所有一切境界，都是自己为识所变的。啊，虚空法界刹土众生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这是讲的事实真相。啊，我们放弃，啊，不再执着，这真是我了，知道这是我所有的，是我所。把这个转过来啊，啊，然后再转说，我爱。把我爱呀，转成大慈大悲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爱这个爱里头有情，情是烦恼啊。这一转过来说，这智慧里头没烦恼，这个爱是从智慧里头生的，不是从感情里面生的。这个爱里头不起副作用啊！理智的爱啊，不是感情的啊，所以这个爱是真诚的，是清净的，是平等，是智慧的，大慈大悲，把这个转过来啊！啊，再把我吃。转过来，愚痴转变成智慧；我慢呢，转过来就变成平等、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真觉、慈悲。啊，这个摩那第七识一转过来就是的呀。所以第七识转过来，叫平等性质。如来四种智慧里头，平等性质。今天这个世界，许许多多人来追求和平。和是什么？和睦相处啊。为什么不能够和睦相处呢？它不平等嘛？为什么不平等呢？有我总比你高一点，你总不如我，哪来的平等呢？平等没有的时候，怎么能和睦相处呢？谁能够和睦相处？转莫那为平等性质的这个人。这个人能参加和平的行列了啊！你转不过来的时候，你谈什么和平？自己总觉得有一点优越感呢，那个优越感是傲慢呐，总觉得我比别人强啊。不知道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，所以就轻慢众生呐，啊，自以为是啊，那个病根就是莫那识。然后再转第六识，
第六十是分别。妄想分别执着，第七识是执着，第六识是分别。于事出世间一切法，再也不起分别执着了。这两个识转过来了，因上转了。只要这两个是转过来了，第八根前五识自自然然连带转过来了。啊，转阿赖耶为大圆镜的，啊，大圆镜是比喻，圆是圆满，啊，镜子就是智慧呀，一切都照见了。前五识呢？眼耳鼻舌身呢，变成尘所作之，成就一切所作。为什么？它是工具。眼耳鼻舌身，这就指身体嘛，这身是工具嘛。这个工具不再造罪业了。这个工具能够帮助一切众生。佛家讲的度众生呢，这是度众生的工具。啊，为一切众生服务，服务的项目很多，总的纲领原则不外乎两个字：演说。演是表演。说是说明，诸佛菩萨示现在九法界，这个身的形状千差万别。我们平时所说的嘛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，不一定的。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你看看。华严经最后的五十三参，五十三参五十三位，那都是诸佛如来。他用的什么身份呢？出家身份，五个人，其余全是在家。你看世现童男童女，世现的四农工商，有世现过王，有世现大臣。有视线经商，有视线做工，各行各业这都是诸佛如来。他用这些身份，现出这种形象，帮助众生觉悟的。方法，我们凡夫不知道。它有实现正面的，还有实现反面的。什么原因？众生根性不相同，有人要从正面教导他，他会觉悟。有人要从反面教他，他才会学。菩萨实现，一切是为众生呢，不是为自己呀。为自己，他只住他自受用的报土。但是，决定没有这样的佛菩萨。为什么呢？只住自受用的报土，一点慈悲心都没有了。这个与法不相应。我们前面讲，法尔如是，那
那与这个不相应，决定是具足圆满的大慈悲心。净虚空变法界，语言很广啊，不可思议。哪个地方众生有感，他就有应。感应道交不可思议。这个应就是现身说法。身教、言教、意教。三轮度众啊，永远没有休止。佛菩萨对众生恩德之大了，只有佛知道，菩萨知道，觉悟的人知道。没有觉悟的人，永远他想不到。想都想不到，他怎么知道恩呢？知恩才知道报恩呐。用什么方法报恩？儒教修行，这是真正的报恩人，接受佛菩萨的教诲，认真努力去落实，100%的把它做到，这叫真正报恩者。这一句里面。菩萨自助的，菩萨应化在世间，跟我们居住在一起，所以居住在一起，不是一个图，我们反复看不出来，他住他的自受用途。他住他的变化土，我们凡夫住的是业报土。但是这样就形成什么呢？凡圣同居土。这里头有因有缘。佛以众生为缘，众生以佛为缘，互为因缘。菩萨以众生为缘，圆满他的佛果。菩萨教化众生，我们常常讲啊，教学相长啊。他要不教学，他到哪一生才能成佛？可以说他没有成佛的指望啊。他要想成佛，他要想提高他的境界，要努力认真教学啊。所以教学两利呀。不但利益众生呢，他利益自己呀。这种事情，我们就以学校老师为例子。你看一个老师教学，他
他大学毕业了，啊，拿到学位了，教初中，啊，可以教初中二三年级，教若干年之后啊，他的资历逐渐高了，人家请他到教高中，高中教若干年之后啊，大学里就聘请他，啊，去做老师了。经验丰富啊，学识也在教学当中提升了。他的德行，他的学问，他的经验，年年都在提升呢，把他提升到最高的阶位呀，啊，去当大学校长去了。菩萨如何升级？啊，你说以这个华严会上来讲，啊，原教初住菩萨，破一贫无明，正一分法身。啊，原初住了，他如何提升到二住菩萨？二住如何提升到三住菩萨？所以他以众生为缘。众生也要靠佛菩萨教诲呀，才能觉悟啊。没有佛菩萨教诲，完全不觉悟。啊，那么诸位同学，我们培训班同学，你们都出家了，学佛多年了，你们有没有觉悟？没有啊，完全没有觉悟啊。从什么地方说你没觉悟呢？赞叹你几句啊，哎，你很开心，乐得不亦乐乎。啊，骂你几句啊，生气要生好几天，你是凡夫啊，你没觉悟啊，你经不起考验呐。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。顺自己意思的起贪心，啊，不顺自己意思的讨厌。从什么地方看呢？饮食起居，你一点觉悟都没有。啊，那觉悟是什么样子呢？觉悟的人心地真诚。清净平等正觉慈悲，彼时你这个念头一动，就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，你就啊，即使你真放下了，啊，真正看破了，看破是明了，放下是不执着，啊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自在随缘，你就悟了。啊，你还有烦恼啊，你还有习气啊，功高我慢啊，自以为是啊，你是道道地地的凡夫啊，你一点觉悟都没有啊。啊，不是说我天天在听经，我天天在念佛，我就觉悟了，不是的。你要经要听真的听懂了，啊，把经典里面的道理，确实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，把经典里面的教诲变成自己的生活行为，哎，你才求。觉悟的人，
没有不持戒的呀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觉悟的人呢，一定是要做出好榜样来给别人看。觉悟的人给那个不觉悟的人看，我心里起个念头，我一定会照顾到我这个念头。能不能给社会大众做好样子？如果不能做好样子，这个念头赶快要断掉。啊，我的行为，日常生活行为，能不能给一些大众做榜样？觉悟的人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他会顾到众生呐，以众生为缘呐，啊，尽心尽力啊，做好样子啊。啊，那么现在这个社会，把圣贤教诲都舍弃掉了，啊，现在的大众。每个人都能觉察得到，对父母不孝啊，对社会、对国家不忠啊，对一切人交往不仁不义呀，这怎么得了？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都没有了，这成什么世界？觉悟的人呢，那就要做出个榜样了。啊，要做出孝养父母，要做出尊师重道，要做出有仁有义。啊，现在这个世间人忘恩负义啊！啊，你一定在社会上做出好榜样啊，有仁有义，有恩有德。做出来给人看呐，不是说，说了没有用处啊。啊，早年。在哈尔滨往生的，我们在谭旭大师《影城回忆录》看到的，修无私啊，那个时欲知时知，没有生病啊，自在往生的啊。走的时候，大家要那个送他的，啊，帮他助念送他的，要求。修无私啊，或者是做一首诗啊，写几首偈子，留给大家做纪念。修无私说：“我没念过书，我不认识字，啊，我什么都不会。啊，他在出家之前是做泥水匠的，出家之后在寺庙里头常住，都是修苦行的。”啊，厨房里面打杂，啊，都做这个事情，啊，一天到晚呢，那一声佛号不断，见人笑眯眯的阿弥陀佛，他念成功了，啊，他知道世间苦啊，吃过苦头出生过来的，知道苦。自己不认识字，啊，苦力出身，对任何人都尊敬，啊，我不如你呀，他成功了，
贪心断掉了，嗔恚心断掉了，啊，没有嫉妒心啊，没有傲慢心啊。在寺院里头，没有人瞧得起他。他对于任何一个人都恭恭敬敬，啊，人家念佛念成功了，啊，欲知时至时走了，啊，走的时候大家要求啊，他也没法子，他说：“好吧，我有一句老实话，供养大家，能说不能行啊。”不是真智慧，大家听了，觉得他这个话了说得很实在。能说的人太多了，他自己做不到啊，有什么用处呢？没用处啊。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啊，怎样子？要把经教里面啊理论、教诲、境界完全落实，这是我们的宝啊，是法宝啊。世出世间没有比这个更宝贵的，金银七宝不能了生死，不能出三界。不能消除你的罪业，不能提升你的境界，唯有法宝才帮得上忙啊！但是几个人重视法宝，所以我很清楚。大陆上修行人，我们很尊敬，很佩服啊。为什么呢？他们苦日子过得太多了。啊，已经开发中这个国家地区，人民富裕，富贵学道难。是学佛，但是不认真，把学佛看轻了，啊，不认真，不老实啊！大陆上人受过真正的苦难，他知道佛法可贵。我听说，我们送去的经书，他们接待，顶在头上。我们的录像，大陆同修得到了，如获至宝。在电视上放出来看的时候，跪到天呐！印光大师讲的，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了。他们做到十分沉浸，他得十分利益了。啊，我们在海外这些学佛的同学，啊，哪有这样尊重的心呢？啊，真诚的心呢？没有啊，所以收的效果很微薄。道理在此。啊，我听会长李牧原居士告诉我，他在没有到中国大陆去之前，总以为自己，啊，这个新加坡学佛总觉得不错啊。也感觉到很自豪啊！
到中国大陆去一参访，看到人县城，回来之后，告诉我，我们跟他比呀，差太多了。啊，有一次他到五台山那边，那边人生活非常之苦。你给他钱，他不要；你给他衣服，他也不要。他要什么呢？他要金属，他要录像带，要录音带。李居士回来之后，非常感动啊。我们学佛哪里能比得上人？我今天在海外，不断的还在认真努力，在讲这些大乘经典。为什么呢？我知道这些录像呢，将来他们都能够看得到。海外人不重视啊，他们很重视啊，这个经不会白讲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